挑战粉丝家园跑酷，这期随机选了一个家园，编号是这个。看完你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去跑一下。老规矩，先绕家园一圈，看看大家的构造。我还以为进错了呢，原来是一个屋内跑酷。人还挺多，中间几个柱子，然后通过跳跨过关。这里上楼梯后就跳跨伞，连续跳几个后就可以上柱子了。